主，我们赞美你，神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喜悦我们敬拜你，你喜欢听到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祷告，也所以我们多谢赞美你。弟兄姊妹，神很喜欢我们的敬拜，很喜欢我们在这个时间跟他一起来到祷告， Amen。 纵然前面好像音响有些问题，但当我们众人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必听我们的祷告，虽然我们好像是迟了一些时间来到开始，但是我们却是多了更多的时间来到祷告， Amen。 所以我邀请你，今天神要在你生命里面做大工啊！你期不期待人有人带着一个敬畏的心继续来到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悲伤承载，承载，承载，承载。主神，你是昔在今在的神，你是圣洁全能者。主啊，你是圣洁全能者。主啊，多谢你喜悦你的众辛苦来到敬拜你，来到亲近你。主，多谢你凡亲近你的，你必亲近他；凡亲近你的，你必亲近他。主，今天我们要透过启示录去看见你这个的形象，这个君王圣洁荣耀满有权柄君王的形象。在启示录的里面，一章十三节，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
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听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主啊，你是圣洁的，你是荣耀的。主啊，当我们能够与你面对面，眼对眼的时候，全是你的恩典。主啊，你如同烈日放光，你的圣洁我们怎能靠近呢？但我们是谁？你却渴想我们对你的爱，你却渴想我们能够亲近你。主，多谢你让我们越贴近你，我们就能够更似你，在你爱的当中支取你的能力，支取你的宝血，涂抹遮盖我们，以致我们得见你的面。圣洁的神，欢迎你更深地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敬畏你。全能之主。
是圣洁，圣洁，哦主。主啊，你全然的圣洁，有谁能够站在你的面前，可以自夸我是圣洁无罪？主啊，没有一个可以这样，我们单单能够支取你宝血的大能，洁净我们生命的罪。主啊，今天在敬畏十日的里面，主啊，我们就来到圣洁的神面前，去到自洁认罪。我领受今天神好想我们可以去再一次去处理安全感的问题。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什么是你的安全感？是经济的无忧，是工作的稳定，是身体强健健康，还是我们很有能力做很多的事情，所有的事都安排得很好？今天神再一次来问我们，孩子，你的安全感是什么？孩子，你的安全感是什么？好不好？这一刻我们有些安静的时间，让圣灵引导我们的心，去审查我们的安全感是否单单在神的里面。这个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倾心吐意，甚或可以向神去到认罪。当孩子来到靠近你的时候，见到自己何等的污秽，耶稣赦免孩子的安全感不是完全在你的身上。孩子的安全感在自己手中拥有几多，有几多的掌握，有几多的拥有。主啊，求你赦免孩子。主啊，孩子大大得罪你。主啊，孩子的安全感是在自己手中能够有掌握的实质有几多？主啊，孩子得罪你。主啊，求你涂抹孩子的过犯。主啊，求你赦免。女儿都将自己的安全感放在有金钱上面。当银行里面有多些钱的时候，我的心就安定一些。有楼的时候，我又觉得安全再一多一些。主要没有将我安全感完全放在你的里面。主要求你赦免我，我都放在那些能够看见的物质的上面。主要我们真的太软弱了，我们觉得个信心要放在你那里真的很难，我们真的不能够有这个信心，我们见不到你，因为所以我们就没办法将那个信心放在你的里面。我们要信那些见到的东西。主啊，你真的转换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真的可以信这位我们看不见的神，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你帮助女儿，你帮助女儿，更新女儿的眼光，你更新我的眼光，要看见你，看见你就是个最可靠的神。主，你帮助我们。主耶稣，你赦免孩子。孩子，很多时候我的安全感都会摆在我预备有几多，
我捉到啲乜嘢人嚟到去确实嘅答复我。主啊，你知道我好容易俾忙碌就拉咗去。主啊，好多时候一翻工一忙，我就冚个头埋去，我根本冇时间嚟到去亲近你。主啊，孩子仲唔知罪，仲觉得因为我冇时间，所以我就冇亲近你。其实我都唔想，但系主啊，孩子瞎眼，孩子见唔到，其实系自己嘅安全感摆错位，冇摆喺你嘅身上。孩子嘅安全感摆喺自己，靠自己嘅努力，靠捉住啲人俾我肯定。神啊，求你赦免孩子，系啊，世界嘅嘢永远都捉唔够，人永远都捉唔完噶，好多嘅嘢永远都预备唔到咁多。但系主啊，孩子知道，系啊，孩子如今向你认罪，孩子知道，我唯有能够捉住嘅就系你，神啊，因为你就系我最大嘅安全感。神啊，我一再认定你，主啊，我有了你，我就有了一切。主啊，因为万物都系属于你啊。主啊，我多谢你。多谢你对我专心一意，主啊，你为我舍身，以致到我能够有恩典来到在你的面前来到去祷告。孩子在你的里面，主啊，我立志，主啊，我都要这样来到去对你专注，专注。主啊，多谢你，赞美你。主，是的，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看重的是什么呢？看重我们的地位是有多高，我们拿到的权利是有多少。主啊，当我们不忙碌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安全感；当人没有对我们肯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安全感；当我手上没有权利的时候，我就没有安全感。主啊，当我没有地位的时候，我就没有安全感。主啊，求你来赦免，主啊，求你来赦免，赦免我们定睛在世界上的位分，定睛在世界上的权利，而没有定睛在你的里面。主啊，求你来赦免，主啊，赦免我们。我们看中我们手上拿了多少的案子，却没有看中我们与你的关系。主啊，求你来赦免，主啊，求你来赦免。主啊，当我们越有世界上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与你越远。主啊，求你来赦免。主啊，谢谢你给我们机会有赎罪的日子，有敬畏你的日子跟时间。主啊，让我们更多的回转向你，更多的回转向你。主啊，我们要跟你说，我们要呼求你，我们要的是你，而不是我们在世界上拥有的是多少。主啊，我们要的是你，求你来吸引我们的眼目，求你让我们更多的来知罪啊。主，是的，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赦免我们啊，赦免我们爱自己多过爱你。主啊，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做其他事，但我们分给你的时间实在太少了。主啊，我们总是有无数的理由，但是我们没有想过，亲近你是不需要有理由的。主啊，我们所有属于我们的东西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健康，全部都是从你而来的。主啊，我们的安全感是在你那里，赦免我们的心如同黑了一样。我们寻求我们的经验，捉住自己所能够做的多过去找你。我们仿佛忘记了你才是我们所有问题的答案。主啊，赦免我们的安全感定知不是在你身上。今天我们再一次回转去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怜悯，寻求你赦罪之恩。主啊，多谢你，多谢你，我们能够靠的就是你说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真实的，是圣洁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我们就用信心去到支取你的宝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的心能够打开，单单定睛在你的身上。
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粮食。主，我们多谢你，你是活到永永远远的神，你是胜过死亡和阴间的神。今日你对我们每一个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当我们支取你宝血的大能的时候，主，我们的罪就如同雪一样那么白，从无发生过一样。愿我们的心专心单单定睛在你的里面，我们只要看得见，你就是那首先的，你就是那末后的，你是活到永永远远的神。我们就要来到你的面前，支取你复活的大能，过着圣洁与得胜的生活。你的圣洁来充满全地，主，你的圣洁来充满每一个来基督的心腹。无论我们在哪里敬拜你，等候你，主，这份的圣洁现在就临到祂所在之地。这份的圣洁如同一件的衣裳穿在我们的身上。我看到有很多很多的天使从天堂的里面拿着一件又一件闪亮亮的白色衣服，去到我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边。有些很大件，有些很小件，但神就是跟我们每一个说，凭信心穿上去，凭信心穿上去。孩子，现在是一个领受新时间的日子，领受一个新的眼光的日子。不要想着穿了一件就够了，你用你的信心能够穿几件就穿几件下去了。现在弟兄姐妹好不好呢？用信心去为自己一件又一件地穿上去，穿一件是不够的。神话用你的信心不断不断穿上这件圣洁的外衣，穿上这件能力的外衣，穿上这件敬拜的外衣。哦，主，我们要啊，我们要啊，更多更多，我们都愿意穿上去。Yeah.
兄姊妹咧，我哋喺神同在嘅里边，领受呢一份圣洁嘅爱意、荣耀嘅爱意、敬拜嘅爱意、能力嘅爱意。我相信咧喺敬畏十日嘅里边咧，神要让我哋咧全然嘅焕然一新。呢一刻咧，我哋一齐咧去到领受祝福。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呢，去到祝福我每一个的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穿上神圣洁的外衣，焕然一新，新的眼光，新的心灵，新的对神敬畏的心，一个全新的心，全新的灵充满我们每一个。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在敬畏十日的里面，神带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亲密关系的里面，凡我们所祷告的神都应允，凡我们向神开口唱的敬拜赞美的歌，神说这是我所喜悦的，愿神喜悦我们，用面光光照我们，凡我们手所做的神亲手为我们成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阿们。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在敬畏十日里面的第三日再见大家，好了，拜拜。